这台是要花后影的露营巴士礼包。我们另外一台巴士，我们来测一下这台。这台好可爱哦！哦，它是高级车哦，赞了。OK， 然后看一下红色的配是不是来个痞子妹啊？刚好。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。这感觉真的蛮矿车的手感，这台新巴士，感觉没有差太多哎。哦，这个拖的感觉比矿车好哎。哎、欸，真的，慢慢追进来，怎么可能？哇，连拍了。这边要补一下，失误了一下。啊！但假太多车，假到我也没气了。我拉一堆人进来，你知道吗？就习惯想夹。啊，没气了！哦，差点爆掉！哇，还是顶上来，顶到我爆掉！啊，气好气好！OK， 哎，没事，气一直在补啊。那刚气有点长，有点一直要爆的，想一下怎么跑。唯一知道就是不要走草皮啊，
我草皮太慢了。啊，没了，车太多了，我直接切草皮了，最后没有顶到第一，他好像被右边人顶到第一了。我刚才想说，我一切直接过超多台，果然还是要切啊，关键的时候放车他们的。我哪里爬 GP 了？还可以啦，这张我还是第一次实战呢，京东还没有跑到这张。鬼流真的有点太强了一点，还有鬼流。啊干，被过了吗？啊完了，被他尾流过了啊！泪瞬间没有挡到，我就去右边了啊！左边有贴住，但是啊，出弯没有守住，晚点来挂看看。那他挂多久？有人知道吗？哇，被夹！干、啊、我的八差点又起飞了！哎呦，真的是太粘手了，感觉是他换一个剑帽了。
哦，这个地方都可以一拖到底了。之前会僵持，现在不错，直接过。短了一个，哦，没有算好，我以为那个气刚好就少一个，我想到发现都来不及，赶快补，但来不及被过，还好后面还有尾流，哦，吓死我了，欧里嘎仔，上去了吗？耶、yeah, ，我们达成任务了，今天可以睡了，特级大师 get。我们明天见啦，拜拜，明天见，拜拜。